我们已经点好餐啦，等会儿尝一尝，看看味道咋样。这还有个门，两个门，这里面是个巷子，很深。哇、哦，这么下去就是入口处、检票处。晚上人好多啊，这里夜景特别漂亮。我已经来过很多次了。这路都是青石板路，古镇子。以前叫王村，现在还是个景区了。哇，这个桥好漂亮哦，太美了。菜单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，都是特色菜。你看这个菜，这个菜特别下饭。开饭了啊！老爸来一瓶啤酒，我要开车就不陪他喝了。干锅鸡，这是下酒的小鱼儿。外婆菜，这个菜特别下饭。萝卜丁干菜加肉末一起炒的，还有干辣椒，特别好吃。这个木桶饭，乖乖，干煸四季豆，三鲜汤，里面是瘦肉。耳机里边这里没起爆的啊？你那个耳机可以起冰箱啊？没起爆在这儿吗？起这儿啊。多少钱？多少？闻着香味就好吃啊。蚂蚁上树，一鸣和一川最喜欢的，有点像粉丝煲。阿美锦下去，什么？这些菜，包菜。里面扒包菜，咱们哪点东西不吃吗？哪点东西？差不多。我吃还是敢给你充斤的，差不多。因为吧，你想。像我这种胃口很好的人就喜欢吃这个菜，因为这外婆菜真的很下饭，本地人很喜欢吃。就一点点菜就可以吃三大碗米饭。里面有些放红酒的吗？我四十多一样好吃，四十多块啊！俺妈又上福建，因为这几个菜我这天上讲，看人家吃来，都觉得还可以，就给你。俺那鸡都没吃完啊！我自己哪有弄？要自己还没弄等于。我不是没弄，这样的，自己的菜都舍不得吃，我真是的。你好吃，可以。我给你加两碗了。你要找菜，我自己也炒好。我上次炒的好下饭。嗯，老鱼丸了，小鱼丸炒的是吗？我也想给拼起来，特别那个外骨。是的，它都是特别下饭。好吃，都吃完了。我干辣子我都切好几个了。辣，吃的好香，香辣不是那种很辣。剩了一点点，打包了啊！每次都是光盘行动的。我们自己搞种植的都知道很辛苦的，不要浪费粮食。知道老爸喜欢吃扣肉，给了一盆扣肉。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吃饱喝足，去转转哦。晚上好多游客呀、啊，这就是景区检票口，从这过去，我们就在这儿。剥剥菜，这个地方，芙蓉镇的夜景是特别漂亮的。这边现在还有活动，晚上夜景太漂亮了。好多人
人在这拍照摄影，穿的民族服饰。我想着你，眼睛盯着你，每一次的呼吸都因梦就甩掉。芙蓉镇的特色美食米豆腐，来的朋友们一定要尝一尝哦。血色湘西就是在这儿拍的，这个镇子拍的。哇，这里好适合拍照呀，这个景色真漂亮，好多过来拍照的。这里是区别还是方便？各位尊敬的游客，我带您进入酒店，请不要上台阶，请往右手边走。看我巧和鬼啊，还有抖音。嗯，小鸡巴会不像。嗯。水是浑浊的。小鸡巴。